叫你们哭吗？很好听。不敢哭啦，但是就是泪水会在眼珠里面。对呀、啊，是那个要哭了吧？啊！卫生纸，卫生纸。没有啦，因为是三年没看到，三年没看到，三年再没看到了，所以。那一刹那，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用什么言语，就母子之间的一种默契，对不起，对啊，因为一定好玩的啊，因为几乎全家都出动了、啊，对啊，妈妈、啊、弟弟啊，对啊，弟弟的小孩啊，对啊，儿子叫你们哭，其实。不敢哭啦，但是就是泪水会在眼珠里面。对啊，是那个要哭了吧？啊！卫生纸，卫生纸。没有啦，因为是三年没看到，三年没看到，三年再没看到了，所以。那一刹那，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用什么言语，就母子之间的一种默契，对不起，对啊，你三年半没看到儿子啊，儿子的状况啊，身体都非常好，我就说哇，儿子越来越帅，对啊，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妈。谢谢看你的视，因为我们有一位视讯。可是我看你视讯的时候啊，觉得好像憔悴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你本人，我觉得你很漂亮哎、欸。爽翻了！你都素颜根本小孩子。喂。对，小孩子就是嘴巴也很甜。我儿子就是这样，嘴巴也很甜。啊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外国人吗？是华人还是华人？华人哦。以后其实可以陪伴我们走最长的岁月是伴侣，对，不是父母，是是是，孩子，对，我是很那种很开明的。你想当阿妈吗？顺其自然。所以还是女朋友，还是他们已经女朋友，女朋友，但是应该就是这一位了。哦。